上次盘点了一下，我的冰箱有点啥，3000多万人观看，这不买回来一年没彻底清理过，这次准备给它好好洗个澡。哦，嬷嬷，一个冰箱能容纳这么多东西，值了值了。现在冰箱算不上脏，但也不干净。天哪，这制冰盒怎么回事？天哪，我用的冰块都是些啥呀？这是制冰盒，里面你看都发霉了。冰箱工作人员说，这个要一年更换一次。幸好我想起来清理了，不然冰层扣住了。冰箱缝缝用卡片清理。区结束，下面开始冷冻区。这个冰箱虽然贵了点，但是用了一年它从来不结霜结冻，这一点咱很满意。冰箱洗白白完成，粮食呢还不进场。家里的囤粮不多了，是不是又该去超市进货了？上周了，冰箱空的差不多了，又该进货了。这周末带上我的布袋子，今天宠幸一下麦德龙，看看养生中年少女，这次逛麦德龙都进了点啥货。热带水果之王先来一份，婴幼儿矿泉水一大桶，冷泡茶刚刚好，培根早饭煎着吃。选购三文鱼遇见热心大姨，她说靠近鱼肚子的更好吃，来两盒补补脑子。佐料香菜来一份，包好的蒜瓣来一份。老嫂子们吃过鱼腥草吗？干干又来的更猛烈些吧。虎眼西梅，川西菠萝，汉堡皮回家米汁小汉堡，焦糖补丁果冻粉，这小孙儿长得太可爱了，新花连麦，粗粮玉米，小米辣，小水种米枣，小油桃，剪枝西兰花，秒杀一切汉堡店的牛肉饼，被小哥半路拦截办了张会员卡，办完继续酸香味炸鸡，买干菜锅盔，看见冰激凌柜陷入了沉思，实在不知道选哪个好，来一个 mini 的吧，一口一个，张海菜小蛋卷。麦德龙员工强力推荐推荐的猪肉大堡，1.7一个，便宜好吃。腿疼抽筋的人家中常备牛奶，芝士片，梅梅桃桃，哪里有试吃哪里人就多。童年的回忆，今天我来代言。我的最爱生姜撒鸡汁，抗氧化反石榴汁，减脂人必备水果单品柚子。10年陈醋和5年陈醋啥区别？反正都是陈醋，香醋。拉枣露、鱼露、菠萝罐头，专门洗运动服的，衣服香香的小心机，多来两瓶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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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车车放不下了，结账走人。今天卖的不多，1000块，趁着等车赶紧吃一个小雪糕，不然怕它化了。回家路上咋就瓢泼大雨了呢？据说台风要来了，满载而归。回家把它们稍稍收纳一下。Thank you.
沈金寺阳台归手呢。Thank you.